感谢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们哈啊，对宜兰县我们的这个五老坑以及那个东山河哈有很大的期望。那呢啊，新人的新看法啊，新想法都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就是希望呢，把这个这个我们东山河还有我们的五老坑呢，能够活化。那就是东山河啊，这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地理环境，这个有历史性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的同安节我们会再升级，然后呢，我们希望呢创新求变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，也是希望呢今年的这个我们的东山河能够在我们的星光场，星光场就是晚上到九点。那星光场呢，我们就是希望白天公务人员都要上班了哈，啊晚上。啊，有时候为人家拍到一头的人，那暗时也当带因的全家福啊去他们的这个东山河哈啊，所以呢，今年都我们的这个东山河的这个我们的童万节呢，我们会升级，那就是希望呢能够让像这种迪士尼的这种游园的活动哈、啊，然后晚上、下午一场。晚上一场哈，那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节目呢，什么我们都会提升。我们希望呢，不一样的，让我们的所有乡亲好朋友呢，能够耳目一新，创新求变，这是我们希望做的。而且呢，五老坑是台湾全省水质最好的一个这个五老坑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年度我们希望呢，这个水呢，我们以这个防洪，还有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防汛啊比较重要。那我们不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五老坑的这个功能哈、哦、啊，我们呢会把它这个我们这个滑水道是不影响到它的功能，而且呢水流顺着这样子下来，不破坏这个原来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五老坑哈、哦。所以我们今年呢总是要求新求变啊，不能都是以往这样子，那这样子大家都时代进步，生活品质的提升，我们呢所创作出来的啊，我们的这个这个五老坑的这个水源区啊，我们也希望让它呢在防洪防汛，而且重要的这个功能以外呢，就是让它呢能够当讲一个活动，爱有食有水通啊耍哈。安尼呢，这个活动才有法度圆满顺利成功。所以，我们今年度的这个五老坑呢，我们会再创哈啊，最重要的不破坏它的原来的这个水域的功能，我们不破坏啊。哎、哦，也水足水，水很清澈啊，过来哈，也水质足好诶，哈、哦，都不用任何什么添加都不用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把它活化。那个五老坑的滑水道大概是要怎么做？就是目前有什么？我们都还在讨论当中。我们这个滑水道，我们希望呢，就是在安全，哈、哦、啊，这个水质清澈啊，大家来个加上的是感觉讲，哎，这个滑水道，哎，是有特地哦，咱这一旦凸显出五老坑的漂亮，一旦显出五老坑哦，啊，咱哦安全措施方面，我们也会，哈、哦，马一龙在安全人员哈。哦我们一定会准备，还有这个救生员，我们都会准备得非常的周全。